给带来一个福利给我，福利啊，对，我是绿茶啊，真会说话啊，福利福利，谢谢小乐的瞩目光灯。四十秒，咱这边开的录屏也是开的，什么录屏？可是他看了也没用，什么看了也没用。哦，你们说录屏哦？对对对，他们把你的腹肌都截下来了，录屏下来了。谢谢高兴啊，谢谢高兴的。继续继续，眼镜好，继续，赢了继续，继续给你们看腹肌。九秒，谢谢哈兔的小丑竟是我，肯定能赢。五秒，啊，两秒，啊，输了，三秒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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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我们艾琳的打气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对，谢谢小马生成，没关系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谢谢一悠悠，谢谢，啊，谢谢我们兔子的，不，谢我们艾琳的保时捷，谢谢，啊，行，谢谢凯里有度的小丑竟是我，哇，你们这个是，啊，可以，女友视角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你都是把人家计划破坏了啊。女友视角是这样的，对，万一她闺蜜潜伏在咱们直播间的某一个角落，静静的偷看着啊。女友视角是怎么样啊？女友视角，就你男友视角不是这个样子吗？你男友视角是这样了，嗯，对吧？那你女友视角肯定就这样了。哦，这样的，对吧？你女友视角肯定就这样，就深情的看着哥哥，就啊，哥哥。我就来一个男友视角，你就来一个女友视角。哥哥，干嘛啦？干嘛呀？嗯、你要干嘛啦？啊，怎么不会说话，不会讲话了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都表白啊！你要表白啊！哥，快点！哥，I love you。我给你，要不我给你放个 BGM 吧？啊，我给你放个 BGM 吧，给你来一个棉花糖，来吧。哦，哥，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啊？不好，啊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，不好是吧？你要表白，你哦，你上来就直接就这么直接，哥哥会很害怕。女孩子要矜持一点了。你知道他在干嘛？他在模仿韩国人，那欧巴，么？呀？阿拉索，哦，啥啥来还有？哦，你在干嘛？你快点！我去你啊！没有。我的意思就是阴暗，对，有点恶心啊，太恶心了。阴暗不成反生恨啊。对，太恶心了，我不想。好，那你就这样，你就女友视角亲我一口就可以了。嗯。哎呀！哎，别亲急眼了是吧？哇，真的，我刚开播的时候你不要领我打 PK 了，真的。我就是要趁你最虚弱的时候连你，你有条件就打不过我，脑命是吧？但我知道你待会肯定会连我的，就这么粘人，他好像不太睿智的样子。谢谢爱。他今天直播他没有带脑子啊。没有，刚那样子太母了，我这样很 man 啊。啊，对，很 man 了，对。那样子太母了，这样的话真，我刚那个角度真的很母。很讨厌那个，对，是有是有
是有一点点了，是有一点点了，也不是很母了，就三分之百分就奥特之母了。他开始装 man 了，他开始装 man 了啊！我走了，我走了啊！啊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那个后挂的是猪啊，后挂的是大母林。哎，还摸了一下我下颌线呢，没有没有，刚太母了，我不是那种人呐。哎，我刚开播，你不要打。刚开播，刚开播，对，刚开播，我看你都开了好久了。刚被许志杰打了一下，你不要打我了。啊啊！被谁打了一下？许志杰。我们打一把四人 PK 吧。啊？可以吗？啊，行行行。来，你来拉帅哥。拉帅哥，我今天用手机播，有没有发现？我用手机播就是想四人 PK， 就想打四人 PK。电脑它打不了四人，是吗？相机它只能打两个人。对，我就用手机播。没事，我们拉一把四人 PK， 不着急，我慢慢来。啊，行行行，这样我会输的难看。好久没有打四人 PK 了，有点害怕。我们拉帅哥吧。行，拉帅哥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拉女的这惩罚就不敢定太狠。行行，我拉帅哥，对，拉帅哥好玩一些。拉个谁呢？拉个小杰杰啊，等他打完这把 PK 好吧？可以，拉个帅哥，不着急，四人 PK 慢慢来。等一下补个妆，对，因为毕竟拉帅哥的话肯定要卷一下，肯定给你们的形象，对。你刚睡醒吗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今天没睡觉。嗯，睡觉？你今天你干嘛不睡觉？啊，关哎不不，哦，干嘛睡不着啊？嗯，睡不着，睡不着。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直播，播到几点？播到早上。对。早上到现在没睡觉，早上睡了三个小时。你这样不行啊，小伙子，你这样头发会没的。没有，头发很多，头发很多，放心。头发很多，你看。哈，看出来了，这个都飞到天上去了。不行，我要坐在地上，我要卷一下，找一个帅一点的角度卷一下。找个男友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我哎哎，他完了，这还没开，这个还没开始卷了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卷一下。你不邀请人吗？等你啊，等你邀请啊。他还没好，那个人。小磊长不胖啊，我搜一下，我搜一下，小磊长不胖是吗？哇，我好久没有打四人 PK 了，累，半废了，现在没有条件打。还要多远才能进入？小磊长不胖，没有接。小磊长不胖，没有接。建明灭灯牌，他在等许志杰。对，那我在。我再拉一个，一人拉一个，看看。我这边女主播好多，不要拉女主播。对对对，这种女主播会，我也女主播玩，就撒娇八连，就是不太好。男子汉怎么能玩这种游戏呢？对，猛男玩的是什么游戏？我们要玩就玩点男生玩的游戏，怎么能撒娇八连这种东西？男人就应该干男人，啊对，啊，不是啊，字面意思我是说 PK 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猛男，去通知一下许志杰啊，叫他赶紧啊，不要去打 PK 了，真的，
叫他不要再去随机 PK 了。对，王晴水，好的，王晴水是吧？我搜一下。小谢没小谢包，你认识啊？啊，小谢没吃饱。小磊吃不胖，小谢没吃饱。嗯，小谢没吃饱，是不是那个男扮女啊？我不知道。王晴水 BG 啊，王晴水，他怎么这么久啊？徐志杰，家人们通知一下徐志杰，叫他王晴水没接啊，要打 PK 了，过来过来，这样我输了没那么丢脸，就是说，对，不要说这些，不要说这些，我好怕我输的，是哎，打 PK 就会有输有赢的啦，这是很正常，没办法，我是一个，我刚刚输了，我变成一头牛，对吗？我是一个，对他。我刚刚说了，你知道我说那个惩罚，他那个水牛技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然后我要学那个牛，嗯，他妈好。嗯嗯嗯，啊！简直无语到家了！欢迎珍珠，欢迎我们珍珠。欢迎珍珠，啊！我们拉了半天，一个人都没拉来，好样的，好样的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哦，不敢把那个五一拉进来，五一我害怕他。谁？五一？刚刚谁揍你？刚刚谁揍你？五一？五一？拉进来看一下，拉进来看一下。别，他条件很好，我害怕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四个人，四个人，没关系的。哦，四个人哦，对哦，对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深圳帅哥都这么多的吗？是啊，珍珠，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深圳？深圳帅哥很多啊，他年轻人很多啊，他来了就吃猪脚饭。他把我拒绝了。嗯。再连一次，心寒心寒，对，他把我拒绝了。再连一次，他再拒绝你，那就说明他真拒绝。啊，来了来了，你邀请人没有？我也在找。许志杰好了是吧？行，连许志杰吧。鲨鱼辣椒什么什么？谢谢谢杨洋啊，对，这特效有点丑。鲨鱼辣椒，哎，怎么站位开播呢？显示。哎，许志杰呢？他要去 P 的是吧？啊，真的啊，真的，许志杰又 PK 去了，真的。鲨鱼辣椒站位开播呢？真服了他，真服了他，他又跑去 PK 去了，无语了，无语。无语了，我们先续一个。嗯，谢谢杨洋的小星星，他又跑去干嘛去了？哎，现在的帅哥是真的少啊，很忙。现在的帅哥怎么那么少啊？帅哥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干嘛干嘛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哎呀哎呀，我灯没电了，哎呀完了完了完了，卷不了了卷不了了，我好难连啊，四个人很难连。乔贝勒，乔贝勒 PK 被封，乔贝勒 PK 被封了。你们这半天在干嘛？我们在拉人打四人 PK， 好难呐、啊！可好玩了，四人 PK， 好难呐、啊，好难呐、啊，好难，太难了！要拉帅哥玩，哎，我们玩那个打地鼠吧。
打地是不是？可有意思了。要不拉个女的也行，拉男的吧。女的或者搞笑女也可以。男的吧，男的吧。男的，那真的喜欢跟男的玩的。男的玩的话可能会比较放松一点，女的话我有点社恐，如果你拉女的话我就开始装逼了。哎呀，拉女的话你就觉得要有小姐姐，然后就开始是吧，这样的人，所以拉男的会比较就是玩的比较开一点的。我真服了，许世杰是不是又去打 PK 了啊？家人们有没有人去帮我看一下许世杰在干嘛，骂他两句，揍他。我等到花露谢了。我今年已经没有玩四人，就今年是我第一次玩四人，诶，好像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玩四人 PK。 我去年经常会玩，但今年我很少玩。四人 PK 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对，起码说，哎，四个人没有说像两个人。小念郎啊，小念郎，他还有一分半钟是吧？善良，然后去上班吧，他让许世杰上班吧。哎，怎么看不见善良？让许世杰上班吧。许说等等，行，小念郎，站位开播啊，好吗？扣的这个站位开播啊，善良也正在 PK 啊。哼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十分钟了，就这么没排面吗？就是我们叫个人来很难吗？就是说，这么没排面吗？小念郎，对呀、啊，小念郎，我这里搜不到小念郎了。你说的这个，哎，小念郎，哎，善良他可以邀了，他刚刚结束。哈哈。哎，他拒绝了。是不是刚下播的，不，刚结束 PK 的都要那个什么？小念郎这里显示不接受任何人的 PK， 他设置了。行，我先睡一觉。别啊，咱们一起努力啊！啊，咱们一起努力。啊，善良又在 PK 了。哼，努力，家人们。阿豹在播吗？阿豹在播，我没理由这里看不到他。阿豹没开播啊！阿豹没开播。唱兽叫的。对面是什么主播？对面是唱歌主播。对面唱歌贼好听，我跟你们说啊。没有啊，我唱歌贼好听。我听过你唱歌，我那时候睡不着，你还在那里播。哦。然后你就在唱那个唱歌贼好听。是啊。